天气冷飕飕，但在高雄却有一个热闹的场面。一间螺丝工厂董事长呢，亲自带着公司同仁免费发白米，现场涌进了上千人。详细情况，连线记者包晶颖。好，那么从画面看到是在高雄冈山的寿天宫广场哦，可以看到呢，现场排了非常多的人哦，将近已经超过了上千人。那么大家呢，大排长龙，最主要呢是因为要领这个免费的白米。那么发白米的呢是高雄一家螺丝工厂哦，那么这家工厂非常有爱心，已经连续三年呢，每次都会在过年前发放白米。那么今年呢，这家工厂是准备了50,000多包的白米，那么是由董事长呢亲自带着员工站上第一线，那么双手呢把这个白米送给需要的人。那么除了发放白米之外呢，另外呢现场也有准备一个这个千桌宴哦。那么是在这个现场丰务席开千桌，那么宴请的对象呢不设限，那么在现场呢可以请大家来免费的领白米，还可以免费的享受大餐。相信你是大力的交换棚内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带给我们现场最新连线报道。